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妹。今天我在床上做视频，这个机位比较远，但是我这边还有一个比较近的机位。因为最近天气冷了嘛，我每次窗户一打开都能感觉到那个风呼呼的吹，然后凉飕飕的。我想这个天气应该很多人都喜欢在床上吃东西吧，我就想了这么一个视频。但是我现在做的时候，我又觉得有点蠢。哎，不管了，就这么做吧。培根卷。这烤得太干巴了。都磨的水分了。鹌鹑蛋外面应该是炸过了，有那种虎皮的质感。干杯！冰可乐太爽了，升天了！这个是秋葵。它正常的口感应该是比较软的，然后里面有一点颗粒，黏糊糊的感觉。刚才有一串太老了。这一口肠好吃，就是那种纯肉的台湾小香肠的感觉。这个是一撇的宠物湿巾，每次都是用它来拿来擦的。
这个和五角星都是鸡肉，但是五角星那个更好吃一点。我现在盘腿坐着感觉腰疼。是点了一个蝉，长得还挺可怕的。哎，很香哎，脆脆的。我不知道它要不要涂什么东西，但是感觉蛮好吃啊。我最近在看《演员请就位》嘛，看了之后我就是看任何的视频，都比以前要用心，就是感觉能看出很多东西来。然后我还挺喜欢赵薇的，我觉得她拍的东西都很好看，很细腻。肥肥皱皱的青椒，大蒜吧。这个大蒜烤的不是特别烂，我之前在一家韩国料理店吃那个烤串嘛，他们家大蒜都烤成泥了，很香。一抿就可以抿下来，然后把这个壳给吐掉。我真的好久没吃这些东西了，天天都是各种养生的汤啊，那种滋补的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因为我很爱吃辣嘛，不吃辣就会感觉嘴巴很淡。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先这样啦，录完感觉还是有点蠢，但是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